有踏踏实实等你，可你每次你为我舍命的时候，我都比自己要死了还要难受。你的性命对我来说也很重要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你醒了？当心，当心那些。怎么样？饿吗？渴吗？没事。我的嫂玉呢？别担心，在呢，在呢。紫英跟青阳长老带你回来的时候，你手里死死的攥着，但是。玄霄才砸了玉的，我相信爹娘一定知道，他们一定还在玉里的。我试试。风人间好酒，可否摘星河？此去问情难久，赠我一生笑与愁。片刻故人影缀满心头，愿望百转天河，芸芸苍灵不会错。最难生有万物，化一副骨骼。轻狂生死少年郎，负心从别来无恙。子英叔叔你来了，天河怎么样？他有怀心照顾，一切安好，但是你不能再休了，马上回去休息。我没事的。哎，你这是寒气入体，要不是我及时赶到，你怕是又要昏迷了。可是这个玉器要尽快修复的，这点寒气算不了什么的，我撑得住。器物远没有人重要，跟我走。可是这个早玉里有天河的爹娘，我想尽快让天河见到他娘。是说我从认识天河到现在，我骗过他，伤过他，可他始终如一地护着我，我就想为他做点什么事情。我连你这张冰块脸我都受得住，这个寒食算什么呢？师叔，我在此，每隔半个时辰，为你运功驱寒。直到你修好为止。谢谢你，师叔。Thank you.
非同一般的男女之爱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，只叫人生死相许。原来生死相许就是非同一般的男女之情。那我和林莎之间好像就是这样，我们在遇见测评的时候，他为了护我从剑上掉落的那一刻，我觉得他的安危比我的命重要多了。前辈在说什么？但是天河真的很想满足林莎的每一个心愿。前辈，如果您能替林莎求得一枚丹药，天河感激不尽。区区丹药而已，待我破冰成功之后，你助我完成这十九年间未完成的心愿，你所要之物，我接应你。一言为定。对了，前辈。我方才来之前去醉花阴摘了这个凤凰花，我想你应该会喜欢。这棵凤凰花树每逢亥时便会百花齐放，看着总觉得心中欢喜许多。今后我每日都陪你来这里赏花。